较宗教是不是？你讲宗教这些，这代志吼，所以是一世人都没有。我讲台语，咱听有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做一个台语人，啊，佮面对恁吼、哦、有诶青年朋友，啊，有诶一挂吼，咱、哦、真一心来遮赴这个会建国学院，啊，我只有会当用重点吼，甲、哦、几个要紧诶概念来甲咱分享。中间嘛有一个阮诶好朋友啊，哈、哦。过牧师底下，甲因囝拢总来哈。那咱知影宗教，互人第一个概念是讲宗教拢咧宽限，即款的认知无拄拄着哦，请咱会记咧，毋是着。宗教会害人哦，哦，请咱遮青年朋友，宗教会害死人。我讲几个简单的例啊，咱知影印度的宗教有影响真济哦，印度教有延伸出叫做 Jainism 基督教，那是非常悲观的一个宗教。释迦牟尼受这个基督教的大师的影响，啊，有个半小时后来卡，伊就一个牧羊女供养吃羊奶，哈，啊，伊要吃菜，哈，吃羊奶还是吃肉，啊，甲渐渐大高起来，一日菩提树卡五道，哦，五迄个属性地，哦，一个靠这边道，啊，所以。印度教安那讲害人呢？因为伊有延伸基督教 Jainism 啊，甲佛教 Buddhism 哦，这一个宗教的名词拢足大，足侪宗派哦。啊，过来咧 Sikhism 锡克教。但是印度教有一个足大的缺点，就是四宗神。因为这个印度教有一本经典，这个 Vedas 佛陀经以外吼，伊、哦、这个佛陀经内底有本叫做《观经书》。这个观音书里面哦，支持宗教支持四种神的存在。四种神已经走到三千年久的代志啊，两三千年。Brahmins 婆罗门教，哦 ，Kshatriya 啊，婆罗门就是这个祭祀族 ，Kshatriya 就是贵族甲武士族，哦 ，Vaishya 就是农工商国、农工商族，啊个 Sudra 奴隶族，这个以外也有这个阶级以外的宗教以及四种神。所以印度人相信宿命论，啊，正规的规，正道的道，相信轮回，就是跟这个有关系。啊，这个相信宿命论，虽望这个马哈达巴甘地，甘地有反对，讲啊，这个宗教只是四种神，这应该民主国家这不应该有四种神的存在啊，一路平等。那四种神的存在多可怜呢？因为我本身去印度吼，办不到十年前啊，啊，好好甲了解这个代志。甲即马迄个印度的贱民也非常可怜，哦，一片土地遐水。我甲问迄个带路的导游讲奇怪啊，印度人去遮遮济啊，遮善乡，遐尼济土地为甚物无要耕作啦？哦，像即马台湾同款，足济土地拢休耕，安尼啊，迄个空地税，安尼甘愿啊？哈，伊讲袂使的啦，因为阮的宗教有即个四种神的限制。啊，即个四种神吼，婆罗门族。不能家己安尼享受，甲人家共用伊个生活，啊，啊，唔免讨谈，干那上京就好。或者印度教是安尼哦，啊，出家众，啊，这个 Kshatriya 哇，这几个印度的土王一大堆。印度唔是讲这款的古建哦，印度十四种的古建区，请恁来记哩，十四种的古建区，一千种以上的方言。台湾几种的古建区啊？甚至乎你两种好无？汉古区，哦。啊，甲即个原，即、這个南岛族群的古建区，南岛古建区，啊，结结南岛古建区嘛，互你讲十三四种的古建的尔，哦，啊，即个汉古区、客话、河洛话，哦，啊，因咧上落伍的，啊，恁即爿变作国语的，北京语是真落伍的古建哦，北京语的英文叫做 Mandarin， 即句 Mandarin 安那来？满大人的话，满大人的话叫做 Mandarin。佫见你是官话啦，哈，安尼，哦，刚才咱讲地，哈，地 T， 啊，地，因是讲地哦，西班牙语可能个发音是地，英文发音是 T， 就是咱哩里面地嘛，啊，讲讲满大人的话，迄比咱所讲话较浓哦，啊，所以印度有十四个语言区，一千种以上的方言，啊，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国家，啊，宗神四宗神保护因。我这人民人命应该到底马哈达巴甘地甘地时代
伊讲终身平等着废除，无废除，宗教固执甲无才调通将即个四终身的弱精神废除，这是宗教害人的所在。啊，所以我看见迄片土地遐尼水，无人要敬虔，伊讲袂使啊，迄个印度土王的啊，啊土皇帝，印度真侪土王，贱民啊，想要去做工都无机会，袂使搭家己的土地。土地本身伫印度教是神啊，地母。啊！你一个贱民搭着伊个土地，是污染迄个土地。我听听来讲，啊！你印度人呐，牛是死好，啊牛吼，安尼一死过，安尼烧来烧去，哦，因为牛是神啊，巴伦来化身啊。我甲问讲奇怪咧，印度政府呢，安尼用阮这个街路安尼牛安尼走来走去，啊！伊讲阮吼每礼拜拢有派卡车甲载去交我啦。啊、印度牛吼、哦、太自由了，有哪爱闹热啦？拢对都市安尼行入来，啊，佫载住伊，伊佫行入来，啊，佫佮三比八，安尼先。但是这只牛若走过去巴基斯坦，还是Bangladesh Republic 边界的共和国，哦，伊就从饲甲肥一肥，可乐索变成清真牛肉，哦，清真牛吧。印度人无食牛啊，迄边有啊，哦，所以宗教无共款。这个态度不同，所以宗教会害人哦，害人对人生的看法。哦，因为这是一个例啦哈。印度教、基督教、佛教相信轮回，后期待一个后出世。我敢讲，生命敢若一边的机会，无就后出世啊啦。哦，所以就好好去把握。所以足侪宗教无迄个轮回论的哦。哦，敢若把握啊，即时的生命这个上要紧，唔通期待迄个后出世。所以讲啊，分命不怨天啦，后出世无要做人啊啦。哦，出世我好较好，即块要出世佫较好咧啦，无机会啦。所以我讲宗教无一定拢帮衬人，当然宗教也有帮衬人的所在真济。哦，像足济文化，哦，亚洲文化受佛教影响足大。啊，佛教当然毋是拢总，哦，惊即个说明是说明论，吼，行为说明，但是至少伊讲慈悲为怀，毋通杀生。哦，即个今仔日即 ecology。生态学是有密切关系，这个也算袂歹，特别是菩萨道会当甲基督教的救世主的思想平衡。啊，过来要搁一个的伊斯兰教，这个是咧讲宗教，恁的概念爱转倒转来。宗教唔是拢会利益人，宗教乃害死人。哦，这四种是一个的，互人混命不怨天，互人家己安逸现实，伫你的命运内底。啊，那呢 ？Democracy 有什么路用？抗争有什么路用？人的价值，甲伊的土地结合有什么路用？无迄个民主运动啊嘛。哦，所以这个四种相信宿命论四种是一款的宗教会害死人。哦，有也好，嘛有也歹。啊，伊斯兰呢？伊斯兰原来吼，伊斯兰这个伊斯兰教，咱甲讲回教，伊历史唔是真长。伊斯兰历史是公元七世纪，甲对阿拉伯的世界开始。但是这个宗教。伊民族性，因为伊活伫沙漠民族内底，啊，沙漠民族嘅特性就是抢来抢去。伊就是讲，即绿洲、即乌石石、草原、甲水拢用了啊，就去抢。抢就是因嘅道德律啦。伊抢台死人，奉神嘅名台死人，那就无罪啦，啊，无罪安尼啊。啊，像即卖国民党讲中党顶嘅爱国，啊，若中一党吼，从即个反对运动人拢掠去枪毙，无罪，同款，啊，同款。啊，所以伊斯兰就是安尼先，伊个扩展相当紧。但是伊斯兰的这个传教，伊一个口号叫做圣战哈吉哦，这个阿拉伯语的哈吉 ，Holy War 哈、哦，英文就是 Holy War， 圣战。圣战原来是用的传道，但是近代因为有一个纠纷，1948年以色列独立建国灭敌啦，百几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出现。巴勒斯坦人民是相信伊斯兰的，伊斯兰教的。伊斯兰教全世界有42个国家是伊斯兰教的国家，应该叫做伊斯兰教文盲。哦，伊斯兰的这个新型共同体，所以这些人安尼团结合作起来，对抗用阮伊斯兰人等于复国，而且美国人、英国人，这北面的哈，反正你若东征，无东征巴勒斯坦人。拢准备对付你，所以圣战转移变作今仔日的恐怖主义，叫做 terrorism， 诶，宗教支持哦。
啊，这个 terrorism 恐怖主义，伊安那样阿拉伯人那遐唔惊死，迄比日本人更加厉害。日本人就是新风特工队啊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变无步啊，用人、赛车、飞机、第八百的炸弹去弄美国的战舰，效果嘛是不彰啊。但是即马吼，即伊斯兰、伊斯兰民国的这个 slogan， 伊所讲的 Holy War， terrorism， 不管你好人歹人，你只飞机一两百人，啊，你内面这个美国个，我要让你死，所以伊甘愿牺牲，甘愿牺牲。啊，来两三百个人的性命，安尼背牺牲，啊，这恐怖主义这款的历史事实，以宗教方面就出现。啊，因人讲为着阿洪阿拉的命，来对付这个和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的国家，因会去天堂。这个阿拉伯人有哪无这个建筑物的观念，所以因天顶叫做 Heavenly Garden， 天顶的园啊。天顶园啊，天园啊，哈，啊，天顶园啊，吼，建筑物啦，足少拢带天道，哦，像讲因咧阿拉伯人拢带伫迄个，啊，迄个瀑布内底，所以 Heavenly Garden 用这个古约创世纪爱丁园做因的天顶的这乐园，迄落，那为着阿拉牺牲战士的英雄，以天顶的园啊，会当享受快乐，哦，因为这款的 promise， 在先。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吼，穆斯林袂使饮酒哦，即古兰经讲真就是袂使饮酒。但是天顶的园啊，东西南北四条河流流出来的水，唔是水哦，拢流迄、那個、流迄米酒 ，X Oil Brandy， 威士忌拢有哦，啊，饮袂醉，哦，饮袂醉，啊，四季的果子拢结无停，手伸出去挽的都有。所以这个穆斯林的天顶的园啊，是遐人的好啊，所以为着阿拉的名正式的影响，因为到咱到天顶的园啊享受快乐哦。这款的信仰讲来到的，这少年家啊，这囡啊，信，甘愿冒炸弹去弄美国人啊，去占领飞机，去牺牲本身。要搁讲上歹一项啊，这恁不是研究宗教术，恁唔知。为着奉阿拉的名，正式的英雄到伫天顶的园啊，孙也当带六十，这古兰经有记哦，你若有趣味古兰经，你去看，会当一个英雄会当分配六十三四个部啊，因为这个古兰经规定，一个查甫人会当带四个夫人呐，哦，带四个也唔是重分罪啊，会当带六十几个，这个小姐。这些小姐唔捌和阿拉伯的妖精叫做吉尼，啊，这阿拉伯灯神，啊，恁捌看无？阿拉伯灯神，吼，哦，叫做吉尼啊，珍妮，唔捌和珍妮的手摸过，啊，这些闺女啊，财色女，会当娶六十三四个，色女吼，伊若唔是真有财产吼，安尼六十四梳新娘衫，六十四支胭脂，六十四支罗。哦，这款的天堂真歹徛起，吼，就是安尼先吼，因为这个古兰经有安尼先规定，所以大家拢唔惊死啊，查甫人拢冒炸弹，啊，甘愿为着阿拉的命来牺牲，安尼宗教害死人无？哦，这是一个理由。当然，阿拉伯的宗教有哪对历史贡献，咱唔是讲拢种，哦，我是要甲恁讲一个概念，宗教唔是拢种好，宗教的善，嘛唔是绝对的。恁上面人讲啊，达款宗教拢咧宽心，迄我别讲诶，达款宗教所宽诶心，每一个宗教拢无共，基督徒食牛排，感觉足欢喜诶。哦，台湾诶二高会像出家众食一克牛排，伊念经念一百遍心也未清，因为伊食菜嘛。心诶标准哪有共？伫印度半岛诶 Bangladesh Republic 孟加拉共和国。甲这个巴基斯坦，伊是伊斯兰，信伊斯兰，伊穆斯林，伊拢食清真牛肉。牛拿来到印度，就变成神啦，把肉拿来化身啦，神啦，袂使摸你啦，啊，得个拜。哦，啊，个那差遐济安尼。啊，所以道德观无同，一关系。所以达官宗教所讲的道德观，
无同。哦，爱你得个得个无同，宗教会帮衬人，宗教有哪会害死人？所以恁爱有这个哦，恁在在学员爱有这款的判断。基督教有无？基督教嘛是同款。我做一个基督徒嘛，奉叫牧师。其实我唔是咧牧会啦，大部分拢是伫神学院哦，度过二五年的这个教学的光阴啦哈。啊，剩咧十几年拢伫大学，哦，伫东海大学、伫辅仁大学度过。今麦还搁伫这个中央大学台湾研究所咧做客座教授，吼，也无停。啊，所以伫这个中间。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阿来对基督教有真大的批评。台湾的基督教有107派，这107派的基督教内底有我有台湾心的，但是足少。但是长老教会是上出现的，天主教马尼诺会、甲 Bethel Mission 台东的别灵会，足有台湾心。哦，这咱爱甲肯定。讲台湾话哦，无咧讲北京句哦。这马尼龙会捌两个新妇、三个新妇，哦，国民党驱逐出境，这个就是啊，帮衬这个现在高雄市长陈菊，哦，陈菊，伊这个国，伊是国务新的秘书嘛，啊，国民党要甲掠，啊，罗主中华罗主的国家性新妇，甲伊保护，安尼袂得了，驱逐出境，啊，要搁一个啊，就是真啊，真新妇也是同款驱逐出境，佫一个啊，也是这个天主教的新妇做劳工运动的，甲劳工讲，这劳资纠纷，劳工是弱势，啊，资本家是强势，啊，恁若受欺负，来会晓得讲话，哦，来争取恁的权利，要组织工会，较有力，袂使像一般的散沙，像咱要讲独立建国，哦，那对法律开始，哦，咱对法律开始，唔是安尼一个就。哦，就安尼开始讲，我要建国，那是真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台湾地位未定啦，哦，啊未定的中间，你连加入联合国都无机会，所以爱对法律建国，国民投票开始，这是一个正道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因为做劳工运动，马赫准新妇，马洪驱逐出境，啊，所以伫台湾的生活是足无奈，所以天主教有台湾心的也有，但是少数。绝大多数天主教拢话国民党，哦，甲一个压迫人的政权，殖民政府徛做伙，上面的两个人，我咪讲伤济。宜宾总主教红衣主教哦，伊有台湾心无？辅仁大学第一任的校长无，国民党的要员，过来劳工有无？也没有，哦，因为我捌做伙开会过，拢总无台湾心，所以这个。代志，予咱讲宗教吼，有哪会害死人？啊，宗教有哪为着弱势多无？所以基督教内面有哦，哦，天主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哦。搁过，王建轩嘛是基督徒啊，啊，是毋是？蒋介石、宋美龄嘛是基督徒啊。周连华搁是迄个二八元乡蒋介石的牧师啊，哦，毋是干基督徒那点。这个人有为台湾无？无，无。啊，所以偏偏基督教。啊，不是拢好哟，有好甲有歹，有为台湾，有无为台湾，所以宗教诶这个神，哦，拢咧宽神无嘟嘟，真正为台湾诶教团，敢若一个唔惊死诶，甲今仔为止，做礼拜要咧讲台湾话，台湾基督长老教诶，但是即马长老教诶那绝对咯，伊韩国有一寡遐不三不四诶敬拜赞美。进入教会这个 worship 礼拜精神拢完全失落，啊，讲台像一个戏台，这段的迄个气氛拢无，哦，啊，唱歌的时手都举起来，啊，佮拍扑啊，哦，啊，祈祷安尼讲较大细声，上帝都毋是臭耳人个，哦，就是戏型的，啊，讲圣神充满，啊，讲方言，哦，啊，毛外学生啊。啊！你受正规的神学教育，啊，读遐久的神学教育，啊，你安尼一个无受过神学的人讲，吼，伊也要讲方言哦，伊有圣神的温素哦，啊，来到底安尼，啊，得真风光，啊，得对，啊，讲祈祷安尼，啊，圣神充满，头壳甲摸落去，啊，就倒落去，哦，
啊，佮像当机安尼，迄是一当机现象嘛。那倒到涂骹，啊，佮强要吐，迄是当机的现象嘛，像催眠的现象。啊，信耶稣的明星应该遐无卫生，头壳摸落就倒到涂骹，讲这性现象嘛。诶，即款基督教介济哦，宗教害死人，正经的这个咩事情唔传，传一寡遐有诶无诶。啊，基督教那真害的一项就是。就是用一款的福音车，哦，头壳遐，车头遐写一个信耶稣的影像，啊，目肚边佮写一个墨迹金啊，你捌看无？哦，墨迹金啊，大灾难快临到，你们看过吗？啊，的确有啦，啊，有一遍哦，我讲一个实在代志，啊，实在笑话，啊，人伯利达的头家，伊嘛是基督徒啊。唔知安那看圣经，看讲末日近啊，世界末日啊，耶稣要过来啊！啊，干那别项的这个基督教的道理拢唔讲，干那拢讲一味。哦，啊，读启示录乌白讲哈，啊，讲历史要结束啊，耶稣要过来啊！啊，就送迄个车，送一台给新来，啊，啊，佮佮你喷字，迄车门吼，车门喷一个台湾新来，这边也喷，那边也喷，啊，你个。伊个车厢啊，现个嘛，啊，巴多边哦，台湾信仰伊甲你喷一个大灾难快点搞，啊，这边读嘞，台湾信仰伊大灾难快点搞，啊，这边甲你写末日金啊，台湾信仰伊，所以这边读是末日金啊，台湾信仰伊，我都挡袂掉啊！咧，教授不能敢讲，敢那我起来发难，我讲院长啊，你是咧无钱啊，毋是？无代无钱，奈得讲提一台福音车。下讲台湾新人无资金啦，吼、哦，大灾难可能到台湾新人，那新人都拢无前途啊嘛。讲无多啊，董事长爱啊，董事长是我下级生，或者周英烈已经死啊，不三不四，敢那有人买物件送人在工地。我讲咱这是秀才呢，新人正规教育的新学生是秀才，你有迄草包阿斗，你甲你左右，这款的基督教足 low class 呢，甲喷喷起来，我要来喷。伊讲搬家，爱甲当教会当事长一个，我就袂前袂了一个学生被去你，被甲讲到时你去讲啊，这个学生叫做洪延俊，我讲名，啊恁去问伊看有影啊无？邦桥教会牧师，咱才有基督徒无？现在咧伫邦桥教会咧做牧师，伊若挡袂牢呢，像我同款，被去你讲到，讲咱新来吼，最近咱新来拢一撮前途都无。为什么？因为玻璃大头头家送咱一台福音车，啊，车门安尼踢落去，台湾信仰院偌接近啦，啊，大灾难快临到台湾信仰院，哦，啊，先笑到要死，接近啦，都有影，都有影，大灾难快临到台湾信仰院，哦，啊，先笑到要死，接近啦，所以吼，最后，伊是路边个讲，伊读音乐科，敢那车头遐啦，车头遐写一个信仰所的影响，啊，个车卡。车壳的顶面，我呐喷一撮，车顶，信耶稣的影响。因一女朋友对吧？真趣味，他音乐科的，诶，教室拢伫二楼啦。因一女朋友，伊讲诶，英子啦，无影台湾现在无影遐无前途。教室拢伫二楼，要希望的呢。因为我伫二楼，对顶面看落，有一个信耶稣的影响呢。啊，因迄个男朋友英子啦，阿那个讲讲无效啦，迄上帝看的，都毋是互人看的。你噴在車角的頂面，人看不到啦，哈。後來你現在要讀台灣新來，你這個歷史典故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因為我都退休了，這事實的事情，你問你看有影無？所以宗教會害死人呢。我真多教授朋友問我說，欸，當教授啊，恁基督教是咧欺笑，哪會攏咧傳和音，攏咧傳福音，我哪會有啊？後者無的，一個牛奶色的福音車，全台灣攏看得到。啊，无你嘛，你讲平安，互阮较平安嘞，安尼，讲迄大灾难可能搞讲末日近啦，好来，这就是一个的，所以宗教唔是拢利益人，宗教无奈害死人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民间信仰唔免讲啦，哦，骗财骗色一大堆啦，我拄到几下个案，个案吼，骗工的骗色一大堆啦，毛正大学生，我拄到当代学生拢女性哦，骗工的骗色。毛正大学生，我当代学生拢女性哦，骗工的骗色。心足未平安，要问你一挂问题。伊讲我互骗去，啊，那骗你个失心，
讲伊会捏我的粉片，我都已经来好读册啊，我足惊足惊，我要交我所教的男朋友也无可能，因为伊会捏我的粉片，讲会对我有影响。后来他一五一十讲我听，讲安尼你赶紧，你爱去你的警察局报备，讲你暑假拍工，迄、那个头家是甲你，唔是甲咱性骚扰，甲你性侵，啊你吼。既然在参加基督教的这个青年团结的聚会，你的观念要改过来，所谓酒桌拢无影无食，唔相信我甲你保证。所以我讲那帮咱真侪少年人，哦，离开这款，哦，这款安尼，真恐怖，哦，在新冠黑白借着谣言。啊，当然这个我所国看这个查某囡仔拢为着老爸事业要成功，为着老母身体平安，安尼牺牲本身，真无价值。所以咱讲到宗教的问题，这是第一部分，我要讲给咱听，给咱有一个概念。宗教信仰的选择，爱足小心啊！特别咱做一个新台湾法律建国的这个人，恁家的吼，恁家的青年朋友特别要紧，这个知识，这是第一项。宗教不是干那拢利益人，有奈害死人。第二个概念，宗教语言的问题。宗教所讲的神、魔鬼、天堂、地狱，啊，什么有灵有神，看到天使，看到魔鬼，看到地狱，这拢科学袂当证明。我做一个教科学的宗教学的人，我敢甲恁讲，我到今仔日为止，我没看到鬼，我也冇看，敢那迪士尼乐园的鬼屋看到，迄个人做的鬼，迄也袂惊啦。哦，鬼是神出来的物件。是人的幻觉所产生的物件，因为一个人往往因为精神耗损、精神耗损，哦，你要读护理的人，这应该爱知这个代志。宗教心理学，我读过宗教心理学，哦，你拿那三暝拢看几啊故事，听几啊故事，哦，啊，拢无困哦，拢无困。第四集的确会产生幻觉，看见一个影，当作一个人。看到一个声音，当作是心明，会甲你开始，会产生幻觉。迄、那个幻觉对你本身的经验是一种的 reality， 一种实在的东西，一种实体。啊，所以人就是这款的动物，会产生足侪 illusion， 一种幻觉。啊，幻觉对你来讲是真的，对别人来讲一丝仔意义都无。所以两个人出去暗时咧行，伊看到鬼，伊看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鬼是神出来的物件。天堂也是信出来的东西，神也是信出来的东西、哦、所以我很大胆说，虽然我、哦、在圣经里教这个也让叫牧师，我要很坦白跟你们说，宗教语言就是 language surface， 每一个宗教所说的经典说的三天地外、哦、那种是 language surface， 信仰语言哦，不是 scientific language， 不是科学的语言、啊，既然是信仰语言，伊就是神话嘛。不管佛教经典三藏吼，土里比达噶，迄种神话，基督教的经典新约圣经也、啊、是神话。但是我伫只所讲的神话，是汉国的意思，是信仰语言 （languages of faith）。耶稣的行水面，耶稣对世个话，哦，在西鲁玛利亚啊，啊来生耶稣，无计安奈奈生囝。哦，对于是信仰古人以外，无可能。啊，释迦牟尼嘛是更加厉害哦，迄比耶稣较厉害呢。啊，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，对行路呢，行七步，行一步出现一粒莲花，行七步出现一粒莲花，佫会讲话才是厉害。出世的了，啊，第七步就停了。讲什么？讲两句话：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碗又变成鞋啊！这款故事就是信仰语言。所以恁家青年朋友要接触宗教的时阵，爱了解宗教的用语，就是信仰语言。既然是信仰语言，伊要发生作用，就要有信仰。你若无咧个信，一丝仔作用都无，即敢催眠同款。我着甲伊合作，我若无甲伊合作，甲伊见天独地，甲你催眠绝对催袂起来。甲伊合作，才有可能被催眠，啊是甲你催眠。当机就是催，当机的法就是催眠现象嘛。迄一撮
啊，对阮来讲，一撮怪物、奇怪的代志嘛拢无。啊，所以宗教的用语是信仰语言，都有信仰才会产生作用，无信仰一撮作用都拢无，都拢无。啊，所以这些知识你拢爱真清楚。过来，了解宗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。咱知影宗教这个汉文的用语“宗”一教是对对来，对英文的 religion 造出来啊。religion， 恁知影 religion 是啥物啊？宗教啊，这个 religion 的原文是拉丁语，叫做 religio。啊 ，religio 是对两字来 ，religio 是动词 ，re 啊 ，re 是头前迄两字啊。伊这个啊，伊这个道理啊落来，这个意思内面有甲神联合的意思，有对神忠实的意思，或者 religion， 这对立典故来。汉文无宗教这个用语，嘿，请恁来记，恁去编先秦诸著，而且古典文学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诸著》十三经，绝对无宗教教念做伙。但是恁读一个人的册有，就是牛乞巧。牛乞巧的《迎宾士文集》有宗教这个用语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在日本读册嘛。所以宗教这个用语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学者的发明。日本学者有哪无随便用汉文？伊对这个书经就是尚书，迄、那个演义六宗的宗字，啊，甲提来用啊。演义六宗就是庶民拜六种的信仰对象，天中三一卦星啊，地中三河海带，带就是泰山嘛，啊，河流、海洋啊，甲泰山啊，日月星，这一般庶民的拜，啊，皇帝拜天，啊，所以有天坛，诸侯拜社稷，就是有这款的规定啊，所以日本人真聪明，对汉文的宗甲提来用。啊，对这个儒家上爱，这是教，古礼教的教，教育的教，宗教的教，这对易经造出来。古人以心得释教，今人复矣。用这句易经的话，这两字甲倒做伙，就变成宗甲教，宗教是安尼生来。用这两个汉文来译这个 religion 啊，这个用语，这是一个典故，讲予恁知影。但是不是只有这个用语本身就能了解宗教，不那么简单，不那么简单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要做一个新台湾人，对宗教要有彻底了解，当然时间很有限，我不可以这样分析很清楚，但是起码这个 key point 的概念你们要清楚。所以西方很多学者说，religion， 用 religion 这个用语有文字上的宗教，不是只有那字可以解说清楚的。宗教有教主，宗教有经典，宗教有仪式宗礼拜三跪九叩，这就是仪式啊。宗教有组织啊，宗教有 experience 有经验啊，宗教有影响文化的范畴category 啊。所以用这字要解说宗教，嘿，嘛是有文字上，嘛是有语边哦，这是事实。所以有人主张英文不是用 religion， 用 faith。像讲我伫新南北教这个基督教甲他宗教的关系，得用一个人的概念。这个以前是英国伦敦大学，后来走去这个兰卡斯特大学做教授，佮走去澳洲做教授，又写出有翻译做汉文，叫做那个宗教比较数是不哈、是台湾那个 Alex Sharp 有写一本基督教，因为伊是基督徒基督教甲他宗教的关系，伊要用宗教，不用 religion， 伊讲 faith meets faith 信用，用这个信用，信用来代表宗教信用面对第二个 faith 是复数，面对真济信用，伊讲安尼上公道，安尼上公道，我的信用。甲其他的信用来相度，啊，别安那样讲话，啊，别那安那样协谈。所以，咱咧讲这个民俗本身，伫这个做学问的民俗本身，不过是一个作业加成，因为拢有拢大学生，拢读大学，这个
范围吼，这定义的范围咱要弄清楚。定义本身不是绝对，敢那 formula 敢那公式一样，唔当相信公式，公式本身也是一时性的效用。规范这个范围来讲你所要讲的，安尼尔，或者定义，或者 definition。定义，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讲，就是作业假设 operational hypothesis， 作业上的假设而已。所以为着真侪学者要了解宗教，了解宗教是一个大学问啊。所以这学者要了解宗教，徛伫因专门的范围，而这个学术分的立场来甲宗教做定义。我来讲几个例啦，吼，像讲这个德国一个上出名的这个哲学家，哦，几下个啦，吼，黑格尔也是，但是一个足出名的，也个叫做 Kant。Immanuel Kant， 那个也是康德啦。这个康德哈，在伊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，这本书，伊要规范宗教。当然，伊用基督教背景来规范宗教啊。伊讲宗教是啥物？宗教就是人回应上帝的道德本分，用 moral， 道德本分或者宗教。好，这句话哈，就介意台湾人听。因为台湾人若想到宗教，就想到儒教的伦理，啊，宗教拢咧关心啦，啊，宗教就像迄个儒宗新教安尼用个道德伦理吼，用咧先来做本位啊去 approach 啊，哎，啊，但是宗教也有其他的物件咧，有教团的组织，有经验咧，啊，所以德国儒新学的开山祖师，哦，你读地学的，这个人你得较捌哩，叫做施莱马赫，施莱马赫，施莱马赫是18到19世纪。自由神学的开山祖师，伊的时代是浪漫主义的时代，人拢讲理性，足侪人拢唔爱去礼拜堂礼拜，啊，宗教拢讲咧含糊，天堂地狱神看也袂着。啊，这个施莱马赫，伊嘛是大教授来讲无啦，宗教唔是安尼，宗教是感情问题啦。啊，唔相信你去礼拜堂礼拜听迄个圣歌队咧唱的时阵，唱到互你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圣诗偌好嘞，安尼，啊，吟一遍会感动，第二遍会飘飘欲仙，第三遍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，呵呵，有这款的感觉。所以伊讲宗教是啥物？宗教是 feeling， 啊，伊打倒这个理性主义的想法。所以伊甲宗教下一个定义，讲宗教是啥物？宗教是 the feeling of the absolute dependence， 绝对依赖感情或者宗教，用感情来了解宗教，对啦，不是说不对，哦，宗教的确有感情成分啦，无感情的成分，你哪有可能，哦，通形成一个教团呢，哦，啊，这宗教嘛有一挂师兄师弟的关，啊，教团的迄个组织兄弟姊妹的关系，哦，啊，伫迄个崇拜的经验中，互你感觉讲啊，我足平安，啊，啊，像基督徒啦，哈，啊，那安尼。有些人吼，重复放下去祈祷山祈祷，搁禁食祈祷，哦，腹肚枵啊，体验迄个腹肚枵的痛苦，哦，啊，祈祷中间啊，自我肯定啊，好啦，我已经突破，管他呀，阮安排安去对了，上帝找算啥，我家己顾家己得，啊，祈祷山顶来说变一个人，啊，以前是咧怨叹，啊，啊，话要去世，讲要离婚，即马顿来袂啊，对呀，啊，就是。宗教有一种非人的力量，让人会晓自我肯定，因为宗教有感情的成分。我讲几个例就好吼，咱知影有一个上出名的宗，这个不是宗教，是经济学家、经济理论学家，佮是政治学家，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山祖师 Karl Marx。这个马克思有把宗教下一个定义，哦，他说宗教是什么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人民的麻醉品，啊啊，在这个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，为了宗教下这款的定义，你认为对还不对？我认为就对，大家都穿穿水水去礼拜堂做礼拜，啊，善良人就要去工厂，阁毋是一个人，规家拢去工厂，带去咧做工，叫面包通食。哦，啊，恁个耶稣，互人敬拜耶稣，遐尼，啊，遐尼在安尼，
资本主义，啊，阮这劳动者耶稣拢见袂着，啊，啊，所以一个牧师大声讲，英国一个牧师讲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的麻醉品，麻醉品。啊，马克思甲对来讲，啊，安尼先。所以这句话对宗教家有足大足大的警告性。这个宗教伊的精神啊，袂当发挥出来。宗教的信徒呐，袂当实践哦，你所信的释迦牟尼理想也好，耶稣基督理想也好，无分别理想啊，即款的宗教就是鸦片，讲了咧团里的啊，骗来骗去，唔是鸦片是甚物？不过吼，我要回应马克思这个宗教定义啊，对哦，啊对哦。咱咱共产主义马克思唔是，伊是理论家啦吼、哦，真正将这个 communism。付诸于政治实践的，就是列宁，就是毛泽东，就是斯大林，就是北韩的金日成，就是越南的胡志明。伊若讲无产阶级专政，伊若讲宗教是怎样变消灭宗教，啊，大家出头天啊，底下来安尼，让这个国家会好哦、啊。但是制造一个新的小恶，因为。共产主义所制造性的效，就是你若要领导这个国家的人，这个共产党员，要做校长也是，要做市长也是，要做什么，党甲国却分袂开。所以将这个意识形态甲绝对化，就党员才有可能领导这个国家，无形中形成一个新的阶级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中国大陆有一个牧师，圣公的牧师叫做 Bishop 丁光训哦。啊，我伫1970年代伫香港中文大学的时阵。我读到伊个文章，我着一惊，讲哦，这个人哪会遐勇敢？共产党、毛泽东个时代，伊敢写这款个文章，原来就是百花齐放、百鸟齐鸣的时代写个啊！啊，无妨掠伊枪毙，迄是上佳哉，因为伊个地位真悬啊，为着要利用宗教，郭不忠啊放他一马。伊讲啥物？伊讲恁吼共产主义批评阮基督教，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但是解放了后个中国。已经实行10年了、啊、人民拢未翻身，无产阶级拢未出头天、啊啊、所以宗教那是人民的鸦片，共产主义是人民的魔鬼，伊安尼讲哦，好、哦，我读一个，这甲国民党共款，国民党讲永护领袖啊，三民主义万岁，迄个鬼怕着，迄拢总是啊，着国民党员才会做管市长。啊，就迄落太啊，受特权的吼，军公教人员、法院的人，拢全部拢是国民党员，听伊的话，党国不分。所以，这款三民主义的宗教化，比鸦片较毒，那是海洛因呢，海洛因用海洛因甲人民麻醉，啊，互你袂使讲话，啊，想搞怪反抗的人，就给你来电啊，来做政治犯，啊，所以宗教那是鸦片。政治宗教是人民的海洛因啊，所以请您会记得这项啊，唔通让国民党骗你诶，啊，咱台湾人来出头天，唔通随便听人即政治即政客胡白甲咱讲话。阿妈因个讲，伊若当选的时候633，若袂当兑现，一年来薪水要领一半，有无？那无领一半，过一个月加1-2万块，夭寿过啦！台湾人安尼做牛做马，即农民。哦，散屁屁连饭无当吃，做牛做马咧饲猪，哦，就是安尼死哪点嘛，哦，所以咱拢知影遮个代志，所以要甲宗教下定义，哦，因为时间特别，伊就我刚简单讲一个例来做迄、那、落、個，一个知识，哦，一个 knowledge 甲 wisdom 是无共款，智慧甲知识是无共款，有诶学位真高，伊都无智慧，哦。啊，马英九伊嘛是读政治，政治系，伊都无智慧，拢讲白贼，啊，也未做代志，所以有知识都无较早，有学位都无智慧，哦，所以宗教定义有人用一个例来说明，伊讲要了解一个知识的物件，哦，啊，要甲伊下定义，这不过是一个 operational hypothesis 作业上的假设，只是作业上的假设下面，哦，多亲像。基纳教 Jainism 有一个预言，伊讲六个无看见的青面人，烧酒要去了解一只象，用蒙的嘛，用蒙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有个人去蒙，第一个烧酒去蒙到象片，
嘿，像一支敢那软软的鼓槌，哦，这是伊的知识哦，哦，伊脑袋是哦。第二个，有哪去了解这只象？伊摸着象脚，讲诶，象四肢敢那大条嘞，哦，这是伊对象的脑袋是。第三个，去揪着象耳啊，讲诶，象敢那两片，咱印度迄个芭蕉叶，同款，啊，像那芭蕉叶嘞，两叶或者象。这嘛是伊脑的字啊！第四个去摸着象目肚，讲哦，象一边敢那狡辩，哦，这嘛是脑的字，嘛是知识啊！啊，啊第五个咧，啊，去揪着象牙啦，讲哦，象两只敢那弯弯的棍啊，顶壳壳。最后一个可能行了较慢，去揪着象象尾巴，哦，象尾溜，讲象敢那阮咱印度圣人伫盘网啊，迄支护唇啊，哦，网啊好神，杀。唔爱杀生嘛，吼！你去去帮啊！啊，六个得个组织做伙咧论唱，大家结论无拢无共，啊，唱亲像两支完全的棍啊！伊讲我白讲，唱两片敢那金蕉，伊讲无啦，四支敢那大条，无啦，一边敢那扁嘞，啊，啊无啦，一支敢那咱的圣人咧加迄个唱尾溜，伊讲后影一支敢那鼓吹嘞，啊，多少钱啊？啊，最后一个目光的来，讲恁是咧讲啥？你讲唱啦，唱着安尼，伊讲大笑三声。伊讲朋友啊，恁所讲的唱啊对啊，那唔对。恁有望到唱的六分之啦，唱的六分之的知识啦，唱是安尼啊。但是我甲恁讲，恁望到唱的时，迄只唱是起码是足好的，讲好你安尼会猫，结果懵鬼啊，啊，啊是我要气死啊，即款的感觉恁都懵袂出来。好来啊，讲到这的时候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，咱休困一下再过来哈、哦。我跟恁讲，要了解一个知识哈、哦，一个研究范围，像讲宗教这个 knowledge，religious knowledge 也是同款。学者的努力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 knowledge 啊、哦，袂当真完全，所以咱爱真谦卑来了解一个知识。我后点钟我要讲的，就是讲。宗教对政治的应用真大，真大，不是无，真大。啊，什么宗教限制宗教人的政治行为？啊，所以宗教，啊、咱爱真谦卑来了解宗教，来研究宗教，来传承宗教。宗教不是像佛教徒，还是出家众所讲，像牧师讲所讲遐简单。若要做一个科学的学问，来真全面去思考。所以阮读宗教史的人，阮在读宗教史做基础，在读宗教概论，来读宗教史，哦，西洋宗教史、古代宗教史、啊、哦，原始宗教史、啊，现代宗教史，即、這个了后，唔然呢，在家己选你要研究对一款的宗教，哦，啊唔然安尼在，即使我那是基督徒，啊，伊是佛教徒，在讲宗基督徒甲佛教徒的关系，和平共存嘛。要安怎样三甲伫即个无共款的宗教信仰内面做伙做人，做伙建国，我这问题拢爱想，所以毋是干呐讲你讲啊，你敢讲我敢信，宗教无遐简单啦。我敢讲你敢信，迄就是神棍啦，啊，神棍对人的要求。我敢讲，我也敢信，也希望你能够用脑筋去思考，去批判，有 knowledge 还不够，还要 wisdom， 还要智慧。来分别 yes or no， 好，啊，咱休困一下，咱再个休困十分钟，再个继续啊。咱到10:50啦哈，啊，要升级哈，好，唔免起立啊，唔免起立，把恁自由发展。